这个词汇是插队小技巧。根据名字插队实验发现，因为还是请问一词可以增加别人答应你的几率呢？因为有个理由会让人家比较愿意接受。哎，就你今天插队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要插队？请问你可以借我插一下吗？跟你讲，谁受得了？所以不能用请问。分享这个题目好哎，我们不是鼓励插队的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